脸撕下了最后一页，铁罐浴长袍整理雨天，收着浴板招财进宝，注意笑容不要错过细节，所有人都爱我，渴望对我诉说各自心中的美好心愿，我叫财神，是今天拜我，我就能把他的梦想实现，我踏着祥云兜兜转转来到人间，看看有多少人拜年在这个瞬间，但是大年初一香火却寥寥无几，简直在挑战我作为神的尊严，难道大家都已经生活富足圆满，不需要在于我们有什么因果牵绊，这可太糟糕了，我正要上报玉帝，旁边童子眼睛拦住我喊道，是他们还没到家，是他们还没到家，今年除夕不放假，所以他们都还没到家，是他们还没到家，是他们还没到家，都在高速上堵车和家乡组合，所以拜不到他，是他们还没到家，是他们还没到家，干了一年的活兜里的三花两枣就像个笑话，是他们还没到家，是他们还没到家，只能在路上反复拨着拜年的电话号码，正在我唏嘘时，有香火腾空逼来，来自一栋别墅，一个男人正在祭拜，当他传言祈福，他的员工却正在孤独打把工笔写上企图抢夺这份贫困补助，我有些迷茫，究竟要怎样才能如愿，为何他已经富足却永远贪得无厌，财神下金光灿灿，价值连城与我相连，我有些胆囊，可是没有规矩不是方圆，七月宝座他的身败堆积，我风恶阻拦却无力极大悲戚，此次财富被他举报盘根诡计，神就不能看也只能骂的卑鄙，我被掏空了所有，从空中跌落，他想的人潮涌来，很快将我淹没，他故事中我们的相貌就完全相同，我们都是他的财神，此时此刻我们都还没到家，我们都还没到家，离目标相去甚远，我们何止是还没到家，我们都还没到家，我们都还没到家，我们被夺走了财富，又被他们前妻秒他，我们都还没到家，我们都还没到家，梦中的家乡多美好，醒来却只能要